这首歌是非常优雅的一首歌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听过，也都会唱。那待会呢，如果熟悉的话啊，请你们一起跟我们唱，谢谢。带来这一首《亲密爱人》，谢谢。
给我们新北市交响乐以及我们廖指挥老师热情的掌声加尖叫声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很美吗？美。对，现在又有点夕阳这样子，感觉徐风啊啊，微风徐徐吹来的感觉是特别好，对不对？对。再给我们所有现场的表演者来热情的掌声一下，他们很辛苦。对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呢？第二首歌刚刚唱的是我们香港的女儿梅艳芳小姐的歌，接着呢要唱的就是我们台湾国宝邓丽君小姐的歌。这一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都会唱，我只在乎你，谢谢。谢谢。
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还有再次掌声，我们给我们的新北市交响乐团以及许富凯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真的非常非常悠扬的歌声，我刚刚都觉得是幻觉。